如果您需要同声传译，请前去领取耳机，频道一为英语，频道二为普通话。If you would lik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please pick up a headset. You can select channel 1 for English and channel 2 for 普通话。欢迎来到开源基础设施峰会。现在让我们有请 Mark Collier 上台。Welcome to the Open Infrastructure Summit. Please welcome to the stage Mark Collier. Morning. It's amazing to be here in Shanghai, back with all of you. As you may have heard, we do hav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So if you haven't yet gotten a headset, there are places near the entrance to grab a headset. There will be some of the speakers talking in English and others in Chinese. So if you want to have interpretation, that's why we have the headsets. All right, so with that, I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sponsors. We have a lot of amazing companies in this ecosystem. Three that I wanted to call out were Intel and Tencent as our diamond sponsors, and Huawei.They were really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us put on this amazing show. Hope you're all going to have a great time this week. We also have, after the summit, the PTG, Project Teams Gathering, very important part of how we build the software. And we want to thank our sponsors of the PTG, Red Hat and Troila. And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Troila, Jonathan's going to share a little bit of news about them later this morning, so stay tuned for that.I'm sure you all want to get your t-shirts while you're here, so you're going to want to go to the Intel booth. There's a ticket in your badge, and you can go to the Intel booth and pick up your official summit shirt.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everyone who donated to our travel support program. Really important program, allows us to bring additional stack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so thank you to everyone who donated.Now, I'm very excited to welcome from China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Association, Xi Guohua.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2019开源基础设施峰会。今天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600多个公司的行业专家和代表云集上海，共同探讨交流开源项目的发展，分享智慧经验。引领行业技术创新，也是推动全球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和交流机会。首先，我代表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对峰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与会的各个嘉宾和代表表示欢迎，对产业界推动全球
信息产业发展的努力表示感谢。下面我结合本次的峰会想谈三点感想。一， ICT 成为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开源引领行业创新发展。当今世界正在向数字化经济转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然产生新的动力。那么我认为 ICT 产业是当今最具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的产业之一，因为它不仅自身能够造就一个巨大的产业，还因为其渗透性以及覆盖性带动了整个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是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引擎。全球经济向数字化南进，离不开 ICT 的技术创新、云计算、大数据、软件等开源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是推动 ICT 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开源通过利用多人协同的模式，实现成果公开透明，成为软件开发的重要生产模式，对引领技术创新、支撑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全球开源呈现三个特点和三大趋势。第一是开源社区，开放合作和创新成为主流模式。开源技术凭借开放性、低成本、灵活性、安全性等特点和优势，已成为技术创新开发的主流模式，深刻影响着全球 ICT 的产业发展。二是，开源应用成为产业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信息系统的构建过程中引入开源软件已经成为常态。据全球开发者调查报告，97%的软件开发者在软件编程中会调用开源组件。开源软件应用已成为一种趋势。三是开源覆盖关键技术领域，引领新技术发展。开源软件数量庞大，已覆盖主流技术领域，涉及操作系统、编译工具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种场景。截至到2019年，开源代码托管 GitHub 上有9600多万个库，比去年增长了40%以上。其中，云计算领域，开源软件的覆盖虚拟化、虚拟化管理、容器等多个细分领域，以 OpenStack 等为代表的云计算开源技术应用广泛。再有，人工智能领域，开源软件 TensorFlow 等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开源软件已经在多个领域、关键领域成为主流技术。三大趋势：一是全球云计算增长依然稳定，进入 SaaS 式的应用驱动阶段。全球公应云市场自2016年开始有爆炸式增长期，步入成熟发展期，全球云计算渗透率逐步提升，预计到2021年达到15.3%。
结合市场规模来看，全球主要区域进入应用驱动型全面云化阶段。二是全球大数据市场与行业融合加快，不断涌现创新的技术性革命，产业应用结合是主旋律，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开源大数据商业化加强，大数据分析的革命性方法如人工智能等不断涌现，大数据与云计算深度融合加速。三是开源正成为技术进步的原动力，是科技公司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当前开源技术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逐渐成为主流，开源技术已经成为世界各间信息系统推动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第二，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开源生态的建设，逐渐向开源的参与者向参与者加贡献者转变。中国企业高度重视全球开源交流和创新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开源系统建设，分享中国企业的技术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经验。中国企业对开源的贡献与日俱增，参与度持续升温。近年来，华为、腾讯、阿里、百度等企业积极主动发起开源项目，主要集中在操作系统、云计算、大数据、存储、运维等领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步提升。中国企业积极投入力量参与全球开源基金会生态建设，并在全球代码中贡献突出。在 OpenStack 基金会有两家白金会员和十家黄金会员为中国企业。在 OpenStack 最新几个版本中，中国的代码贡献位列第二位。截至2018年，全球最大的代码托管平台 GitHub 上，超过80%的用户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中国的贡献者数目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中国企业不仅重视开源生态体系的建设，还积极参与布局。中国自发开源项目逐渐增多，目前在 GitHub 上开源的国内项目接近3000个，捐赠给基金会的项目超过20个。中国企业逐渐从开源的参与者向开源的参与者加贡献者转变。三，扎实推进开源生态系统的建设，推动全球开源发展实现新的突破。取得新的发展，开源除了探讨技术以外，还应关注生态，如何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扎实推进开源生态系统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按照共建、共建、共享以及共治的原则，就是这个社区我们要共同建设，共同享受它的那个成果，以及共同来把它管理好。那么我认为要做好这件工作，不仅是技术问题，是吧？应该是技术加生态等于我们的开源社区。同时我们要积极推进开源的4个开放，
这是我们这个 OpenStack 基金会提出来的，我非常赞同，是吧？也就是说，开放社区、开放设计、开放开发以及开放码源。一方面，全球产业界要在完善机制、行业应用、交流合作、治理规范等方面，大力推进全球开源系统的生态建设，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构建开源基础设施的生态，要加强开源的产学研的合作，促进开源产业链的上下游联动，线上线下并行，着力开展开源基础设施核心技术的研究，强化创新能力和开源生态的环境建设。二是进一步完善开源社区的运作机制，要充分发挥创新者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鼓励其在更广泛的主流生态环境中自由创新，将开源做好、做大、做强。三是要推动开源基础设施行业应用的推广，这个应用很重要，重点要加强引导开源软件在政务、工业、交通、金融、能源等传统行业的应用，打通行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壁垒，促进产业界提供更加丰富的、切实满足各行业需求的开源解决方案。四是进一步加大国际交流合作的力度，通过开源社区、国际标准组织等广泛开展国际活动，吸引全球产业界参与，共同讨论开源项目、技术、业务，推动世界开源创新的发展。五是凝聚全球产业界力量，加强开源治理，这个管理很重要，聚合全球业界智慧和力量，研究制定开源规范治理，统一构建开源管理体系，有效规避开源引入的风险，保障开源创新发展以及安全发展。那么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产业界来说，我也有一些想法。中国的产业界要以积极、主动和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开源生态，通过持续的创新，贡献中国智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应该朝这些方面去努力的。一是加强开源技术的创新，中国产业界要在开源资源、资金、项目、人才和市场等方面加大投入，强化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开源技术的研发，提升中国开源技术水平。二是树立开源风险意识，中国产业界要梳理研究全球开源治理规范，严格按照全球开源制度规范，大力进行开源创新探索和实践，提升中国开源技术、项目和业务的合规水平，确保开源应用的安全。三是推进开源的产业化，国内开源组织机构要积极推广开源项目，促进开源技术落地成熟，推动开源上下游产业互动发展，搭建开源配套基础设施，提升我国开源产业化水平。四是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中国产业界要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开源生态体系，同步推进国内国际开源技术的创新，加强与开源组织、开发者开展交流合作，分享中国企业技术方案和实践经验，贡献中国企业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共同进步。五是加强开源标准制定。中国产业界要加强开源标准的研制，为开源创新发展提供标准支撑。标准很重要。那么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作为我国信息产业重要专业标准化组织之一，当然我今天担任了这个标准化组织的理事长，所以我表态，我们愿意与 OpenStack 等开源组织加强沟通合作，联合开展原标准的制定，开源标准的制定，为促进开源产业化、打造开源生态体系建设贡献力量。各位来宾、各位代表，开源不仅仅是获取，也需要通过基于开源不断创新，创造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并将更多创新成果反馈给社区，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希望大家通过开源基础设施峰会这个世界性的平台，加强交流互鉴，务实开展合作，携手推动开源生态体系的建设，促进开源全球化发展。最后，预祝本次峰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